这个都是一些我们这几年来比较日常的一些创作，每个都是有它背后的深厚的故事的，这是梅山林的一个创作。梅山林的是也是一个圆嘛，所以这个圆呢，我理解是宇宙的一个黑洞，通过这个黑洞穿越过来，要点亮地球，点亮我们的世界，所以我们叫大地彩绘。五六岁的时候，对这种山外有山啊，山外有诸葛神仙啊，是有感觉的，有这种对大地文化的一种向往。人都有一种特性，就是向外探索嘛，所以那时候呢，就是一直有这个梦想。如果鲲鹏呢，实际上源于《山海经》的哈，是庄子里面就比较详细的描述了这个鲲鹏。那么鲲呢是在海里头的，后来进化变成一个鸟。我们认为呢，这个转变的过程中，这个点是非常有冲击力的。选择俯视角度哈，能够看它比较全面的这种形态嘛，正在增长的这种翅膀。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作品，传递给消费者，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这种气魄。虽然我们的画师呢，也是在找了很多这种远古的一些文化符号，寻找精神图腾。比方说这个猫头鹰，猫头鹰实际上是上古的时候，人类不是那么了解自然规律的时候，猫头鹰就是两个眼睛啊，它晚上是放光的嘛，这代表太阳啊。远古的我们的先民，对太阳是非常崇拜的，因为它是大地的一切嘛，一结合非常非常完美。视觉艺术像线条是最能够代表情绪的，这几个神兽我们就用线条来表现，能够优雅的去表现这种画者跟那个消费者的这种情绪。线条方面跟随感我们做的是非常的棒的，一根线条从粗到细，把这个画面的这种灵动感情绪感表现出来。在颜色方面，我们选择了蓝色、金色、紫色，我们的色域那么广，我们的屏幕表现力那么好，那肯定是用这个要比较冲击力的这种颜色，叫冷暖，不能有单色，从亮的到暗的，这是明度，我们都要有。一个是细节，画面的非常非常丰富，两边闪开那种感觉，比如哪吒，或者说劈开那个海那种张力。数字时代，艺术与科技是相辅相成的。这一套壁纸为了在不同的设备上上线，我们的开发人员也是24小时连续开发不同版本，终于在七月正式把这套壁纸上升到了主力市场。包括行业，包括我们自己的设计师，都会说科技跟加艺术它有什么关系？我们都在探索，从以前的纸面，下山到现在这个平板，是吧？肯定效率要高很多嘛。对于我们的灵感，迅速的能够捕捉上来，这非常非常方便。我们的艺术创作从源头到成品，现在就离不开这个科技的产品。在见证这个上古时代，哇，好一点啊！这个不错，不错，不错，对对对对，啊，艺术为人，自然是人的归属。我们希望通过一些创新的手段，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这些作品。中国的传统文化呢，可以在科技的助力下，通过新的艺术形式不断传承下去。